不是老爷的车，这个车很老了，这个 Volkswagen V Volkswagen a dog car 啊，什么看 it's a 什么看，这个车很老了，但是它也不是老爷的车，只是它很老而已。它是很老了，但是它不能叫，不能说老爷的车，老爷车还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不能叫。嗯，我要拍一下。哇，这就是你的一个新款吗？你说这个车有多少年了？这个车有多老了？Around the age of me? Around the 1900. 没有那么老了，这个车不可能那么老，但这个车应该 1998? 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是大概有50年了啊。Yeah, 1919, all right. 1919. Yeah, 50年。那是50年的话，大概是1970年代的车了。这个车其实应该能看到，这个包，它是一个 Volkswagen, 好吧，2991A。这个车挺好玩的，哎，好多锈啊，它有很多锈。你能看出来它是什么时候的车吗？哪有，看不出来啊，看不出来啊，实在是找不到一，你能找到一个地方看出来它是什么时候的车吗？ Fly to paradise 啊，我不觉得我们能找到一个地方标志能看出来它是什么，你能找到吗？啊？没问题，我把那 VW 是它的 logo。VW, 但是我们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证明它是什么时代的车，看不出来啊，好吧，这个车它好像也不怎么开，我就看它出去两次，你见过它出去吗？没，还没见过。见过啊？咱俩没见过，他说我就是他不见了。我有见过它出去。我只见过它不见了。我有见过它出去的，但是实在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时候的车，好吧。实在是有点老的车啊，我也实在是看不出来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时代的，好吧，谁能猜出来吗？我也猜不出来。Vehicle STA OK, 这应该在哪能看出来它的年代啊？好了，来来来，啊，嗯。